欢迎各位伙伴加入我国远洋渔业的行列。台湾远洋渔船作业范围遍布三大洋，渔捞工作非常具挑战性。为确保您工作期间平安顺利，请您务必注意自身的工作权益。在您确定要加入渔船团队之前，您会与台湾船主签订。 一份劳务契约，同时在与台湾中介签订一份服务契约，内容包括契约期限、工作内容、工资、保险、交通费用、休息时间、劳动保护、意外伤亡、中介服务、借款、义务、违约处理、争议解决等几大项目。 接下来将依序说明每个项目的细节。一、契约期限，请您在签约时务必特别留意契约开始与结束的年份、月份、日期都应清楚记明。要是渔船作业期间恰好跨越您的契约期限，则期限会自动顺延到该航次作业结束。当契约期满。 如果您与船主同意续约，双方需重新签订新的契约。二、工作内容：您在哪一艘渔船担任的工作与职务范围是受契约保障的。在没有取得您的同意，或是未依规定完成转船手续之前，任何人都不得以强迫方式。 调动您至其他渔船工作。三、工资。船主除了提供您船上饮食之外，也应该依照与您约定的方式给付工资。您可以要求船主直接给付全额工资，也可以请船主把部分工资汇给您的家属。工资加上固定的奖金。 每个月不应低于四百五十美元。当您领收工资或船主额外给予的奖励金时，请记得在单据上签名或盖上手印，确保您自身的权益。四、保险船主应该要为您投保人身意外、医疗及一般身故保险，其中一般身故保险额度。 应该不低于新台币一百万元，大约三万两千多美元。五、交通费用，在签约时请记得要跟船主约定并确认，从您的国家出发到渔船所在地的交通费用由谁负担。在契约期满后。 您返国的交通费用原则上是由船主负担，但若是您在受雇期间因违反法律导致被送返，或因您个人因素提前解约，则您必须自己负担返国交通费用。六、休息时间，根据规定，您每日的休息时间应该不低于十小时。 但因为鱼捞作业较为特殊，如果因渔船人员或渔获之紧急安全需要，您在身体状况许可，并跟船主或船长约定后，可以配合延长工作时间，但别忘了另外约定安排补休。七、劳动保护为维,维护您工作的安全。 船主应该要确保渔船上备有足够且完好的救生设备，例如救生艇、救生衣、救生圈等。另外，为方便您执行职务，船主也会提供从事鱼捞作业所需的装备，让您使用，例如雨鞋、手套、防寒衣等。八、意外伤亡。 如果您在受雇期间内意外受伤或生病，船主应就近安排治疗。尤其当伤害或疾病是执行职务所造成时，船主应该负担您的医疗费用。万一您不幸的无法立即治愈或甚至死亡，船主会将您及您的财物送交您指定的人。 送返费用由船主负担，中介机构也会协助联络您的家属，处理善后及保险理赔。但如果您的伤害或疾病不是执行职务所造成，且医院判断您短期内无法正常工作，船主可以无偿提前与您解约。九。 中介服务，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包括办理您到台湾渔船工作所需要的文件和手续，安排接送您到工作地点及契约期满时返国，协助您与船主沟通。中介也应该告知您船上的工作和生活管理规则。 安排您到指定医院接受健康检查、翻译咨询等。您务必记下中介机构的紧急联络电话，及时反映您遭遇的问题。在您与中介机构签订的服务契约中，会详细列出办理各项文件、手续、健康检查等需收取费用的项目及金额。中介机构。 不应该在合约之外额外再向您收取服务费。十、借款。当您有需要向船主或中介机构借款，或是请他们先帮您垫付费用时，应在单据上记明债权人、项目、金额及偿还方式，一定要由您亲自确认后。 签名或盖上手印，任何人均不得违反单据上约定的偿还方式，更不能擅自预扣您的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十一，特殊需要，如果您因为宗教信仰或风俗习惯有些禁忌或特殊的需要，请事先告诉船主、中介机构。 及船长，十二义务，您应履行契约，并遵守法令，服从船主及船长的合理指挥，不得有要挟人员、打架斗殴、破坏公务、擅离职守、借故不随船出海等行为，更不得私有枪支、弹药、武器。为了让中介机构。 顺利办理您的文件和手续。您必须提供正确的个人资料。要是因为资料不实导致出入境问题，您必须自行承担责任。十三，违约处理。若您想要提前解约，应该事先通知船主或中介机构。但请注意，因您提前解约或违反义务事项。 而使船主或中介机构遭受损害时，除非有不是您所能控制的事由，否则您必须负赔偿责任。同样的，船主或中介机构若提前解约导致您受损害，他们必须负赔偿责任。十四，签约船主。 和中介机构应该给您充分的时间审阅契约内容，在您清楚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后，才分别与台湾船主签订一份劳务契约，与台湾中介签订一份服务契约。也请您记得，您手上必须持有您所签过的每份契约。我们希望为您。 打造安全友善的工作环境。要是您遭遇任何工作权益损害、劳资冲突或不当对待，请您不要迟疑，并尽快反映。在台湾时，您可以拨打专线一九五五；在台湾以外，则拨打加八八六二八零七三三一四一，1, 或向台湾驻外管处。 观察员、检察员、驻外专员提出申诉，也可以在渔船返回台湾港口时向访查人员反映。渔业署期待各位伙伴快乐出航，平安而归。